宝宝，这个国王勇士，不是，宝宝，湖人和勇士这组系列赛最终谁能赢？勇士要是能赢的话，看右边，勇士要是能赢，看右边，湖人勇士这组系列赛，宝宝，你看谁能赢？你要是感觉勇士能赢，就看右边，感觉湖人能赢呢，看左边，倒数五个数啊。五、四、三、二、一，刚才他这个，他刚才看的是哪边？看是哪边？看是。算是左，算是右，右边吧，因为他有镜像，是不是？刚才是左边还是右边？右边啊，他刚才看的是哪边？我也忘了，看是右边啊。他刚才竞技状态，刚才他，因为他刚才呢，他可能说就是有点蔫吧，他没有主动选择，就是重心影响的，他刚才报的有点歪，这个。他是整的是哪边？右边啊，右边还是左边？请对哈登、塔图姆和库里按你的喜爱程度排序，最喜欢谁？请分析一下为什么这样排，是否与你的性格有关呢？我这没有最喜欢谁，我就是看比赛。那比赛场上这个表现好呢，那就感觉挺有意思，不虚此行嘛。看比赛我们是什么呀？你是花钱看比赛的，我们是比赛的主人，是不是？这比赛为你服务，就是打得好呢，多看两眼；打得不好呢，那就不看。所以它没有什么具体这个排名啊。板王六七三，好久不见雨弟，平时看你直播少，录播多，带来很多快乐，感谢哈，感谢啊，这位板王六七三，非常感谢啊。TNK72，这个宇哥，我今天看到个评论说，库里不应该把杜兰特带到他自己无法达到的高度，他才落到如此境遇，宇哥怎么看呢？反正杜兰特他整个职业生涯打到现在为止，就是跟勇士队混那几年呢，拿到过总冠军，在季后赛期间呢，展现出来了自己这种比较非凡的价值。但说实话啊，杜兰特这种价值展现呢，其实含金量也是非常低。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你强，而是当时的整体勇士队太强大。没有你之前，勇士队是连续2年干进总决赛啊，甚至跟那克利夫兰骑士，即便是2016赛季，我都是3-1领先，最终是遗憾落败。这就算总胜场的话，连续交手2年，勇士队反而既有年龄优势，后劲更足。同时呢，双方这点胜负比例，勇士队也是胜多负少。勇士队原本就是15-16那2年联盟最强球队。克利夫兰骑士在勇士面前都得甘拜下风。你要是结合那2年的话，你要说后续呢？后续勇士队核心球员还尚且未达到真正巅峰呢，那未来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强。但是克利夫兰骑士呢？那勒布朗詹姆斯实质上他在16年之后啊，他是走下坡路的。你至于说什么18年灭霸战，那叫灭霸战嘛？你要说2012年那叫灭霸战，我都信。那18年那叫灭霸战吗？灭霸能被4-0吗？你灭霸能说就打个奥拉迪波吗？他肯定打复仇者联盟啊，因此这个18年詹姆斯状态都不行了，就再早那会儿状态强，但16年之后竞技状态开始日渐有点倾颓了，不像当年能拱手一把抓了。所以原本这勇士队实力就强，杜兰特加盟勇士之后呢，就完全打的便宜手啊。那你在场上你说你发挥啊，我这又命中什么关键球？当时的勇士没有关键球，只有一组系列赛打的比较棘手，还是在你大量的无脑单干情况之下打的。让勇士队深陷危局，这就是杜兰特嘛？杜兰特面对无限换防情况之下呢，他总是想要展现自己的单打能力。你一旦展现，勇士队原有体系就被破坏了，变成单打型球队之后，打谁都难。变成单打型球队，你杜兰特这么些年以来，你看这个到任何球队之后，他有严重的这样一种错误的比赛认知，就感觉自己单打是不是挺简单？那你把球给我就完了呗，我就中距离立棍干拔，这一个个球拔死对方呗。殊不知你这种打法一旦说贯穿全场、贯穿整个系列赛，甚至是让整个球队的气质改变了，你就没法赢了。周围队友都搁那看了，
队友很难激发出好的状态，参与感也不足，甚至防守的积极性都受到打压。因为就你一个人搁中距离打，你又没有那种足够的篮球智商，你不像你这种打法，不像詹姆斯，不像哈登，他们能够通过单打去带动团队，你又带动不了，就意味着单打，你要是这么整的话，球队就周围队友实力再强，不也是搁旁边搁那看着吗？参与感也弱呀。所以这杜兰特，打火箭队那一组系列赛啊，都不是杜兰特的功劳，甚至他在勇士队内扮演的是一个并不那么服从命令，过于彰显自己，破坏团队既有风格的这么一个坏事的球员。就即便是打火箭那组系列赛啊，因为双方其实整体实力差距非常明显，那勇士队如果按照既定方案的话，杜兰特服从安排，勇士队打得会更轻松。至于说其他系列赛呢，其他系列赛杜兰特其他系列赛那就是整体实力这块勇士队超过对方太多，超过对方太多。喜欢爆炒甜椒刘宇哥，湖人比勇士多歇两天体能会不会更加充沛？嘴哥防詹姆斯会不会被打到怀疑人生啊？湖人呢多歇两天呢，多歇两天对湖人来讲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阵容当中有谁啊，有这个勒布朗詹姆斯嘛，年龄本身就大了，多歇两天。但是你这玩意儿这个多歇两天实质上的这玩意儿季后赛节点向来都是有好有坏的，你光歇也不行啊，而且多歇两天能体现出来这种额外的比赛能量。但是问题是你是客场作战的，你是多歇两天，你不得提前就得是驱车赶往这个金州勇士嘛，坐飞机啊。但勇士队是以逸待劳啊，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他是坐镇主场嘛，所以双方对比多歇两天有点优势。但考虑到客场的旅途，这种这个旅途的劳顿基本上也抹平了多歇两天带来的额外体能，差不多。征集好男宇哥晚上好，今年世界杯咱们男篮有机会成为亚洲最好成绩吗？分析分析啊，机会肯定不大呗。其他亚洲球队面对的环境也是挺苛刻，你比如日本队更是几乎一胜难求，就看中国队能不能拿下苏丹，能拿下那就是有机会呗，就看这一场比赛，其他的没啥悬念，其他都是输。反正你能不能拿下亚洲最好成绩啊，靠这个干进奥运会呗。那肯定亚洲内部应该还得打，应该还得打，双方之间还得计算这个净胜分，具体这个比赛情况。当时那谁那个伊朗队不就是吗，他那几场比赛打的都不咋地，但最终还是这个以第一名次干去了。小草五九学着明天火影大战解说可否收费中立，使得观看体验更加精彩，再分析一下双方优劣势啊。我通常解说不就是比较中立吗，我对于比赛形式这块儿，就是根据目前这个两队的气势啊，以及球员的发挥好坏呢，给出客观评价。我一般解说比赛啊，也没有明确的倾向，就两队球员谁打得好了，不都是表扬吗？打得差了呢，那就是挖苦嘲讽的话也很正常啊。因为这个看比赛，毕竟我们才是比赛的主人呢，那不是说为球员服务的，球员为我们服务的，打得差的话直言不讳嘛，这就挺好。巴格亚路，这个宇哥，热火会给巴特勒退役球衣吗？会，因为热火队队史没有那么辉煌。再往前倒的话，就是詹姆斯、韦德、克里斯波什他们那一波就是获得总冠军。但是考虑到詹姆斯、韦德他们那一组三巨头呢，确实是实力使然，那个也基本属于是几大年轻明星巅峰期组队，抗衡的是波顿凯尔特人。但是整体实力也属实是在联赛当中，也算是一览众山小了，当时他们一组建这么一个恐怖阵容啊。而金巴特勒呢，就是草根。金巴特勒我感觉啊，他这种比赛意志呢非常适合球队今后树立他为标杆的，就是永不言弃，不放弃希望。球队即便说天赋这块没有那么卓越，阵容深度甚至也有严重不足，球员呢基本上都是草根出身，二轮秀甚至是落选秀，但是我们也无所畏惧。那就是说英雄不问出处嘛，难道说王侯将相还需要血缘这种传承吗？没有，他们想要通过自己这种草根姿态呢去打出属于自己的新天地。所以巴特勒呀大概率会被当作热火队内，真说这个图书馆呢热火队队史他这样一种教学的重点，那么就强调哪两点呢？
一是吉姆巴特勒绝对不服输，逆风当中依旧，就勇于向前，就是逆风前行的这种这个，不屈斗志。二是想到啥？二是德文维德，他这种虚怀若谷、接纳一切的大度胸怀。德文维德，他这种愿意为了团队牺牲自我的团队态度，这两点是肯定是被重要强调的。再有第三点呢，那就是啥呀？还会强调克里斯波什，他在队内，这种主动牺牲啊，即便说自己是明星，为了团队，我可以牺牲自己的战术角色，同时还得强调谁呢？勒布朗詹姆斯，就是说他这种啊，不断提升自我。詹姆斯刚到热火时候是不是有缺陷？有缺陷，什么缺陷？没有背身单打，打不了这个巴里亚。当时那不打不了巴里亚，多少有一定印象流了。但是确实那个阶段詹姆斯被打，属实是没什么太大威胁。经历了短短一个夏天呢，詹姆斯提升自我，最终就完成了极限救赎，率领球队在2012和2013纷纷登顶总冠军嘛。所以詹姆斯这点呢，在热火队队史上象征什么？永远进步。即便说你已经地位非常高了，你已经是两届 MVP 了，你也不能停下脚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四大明星各自代表了对于球队来讲非常有意义的某一种属性，这是热火队史的四大金刚啊。所以说，莫宁呢，老黄历了，当年那会儿夺了冠军了，但是他也是个龙套配角。莫宁其实在联赛当中存在感一直以来没有那么强的，现在新时代嘛，莫宁都不认识了，新时代就强调这几个。热火队史之上，这个也算是群星挺璀璨，但是当下呢，独讲四大巨星：巴特勒、韦德、波什和詹姆斯，这四大。当年，这个，穆尼，这那叫什么名？那个这一个肾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叫什么莫宁吧？真就是一般。当年莫宁也就联赛当中，他根本不是什么四大中锋，就相当一般的一个中锋，就这么讲。能力是有限的。这当年的穆宁啊，就那两下子。当年莫宁，奥尼尔打的年头太短了。KOYETY，宇哥，你之前说兰特21年的发挥不该被铭记，因为败了，但你一直提18年的哈登表现，前后矛盾是否没根儿啊？这个不算没根儿啊，因为你得看对手啊。那对手呢，宇宙勇那属于是历史第一啊。你要了解啊，历史第一，你要是跟他有幸交手的话，你甭管是赢还是输，那么你的身子啊也足以被历史铭记，因为毕竟你打的是历史最强啊。你如果说涉及到一个最字，那就了不起了呗，但你看这个凯文杜兰特当时那会儿面对的雄鹿啊，雄鹿是历史最强吗？那根本也不是最强啊，而且你仅仅是倒在第二轮呢、啊，那你就差点呗。有时候历史就这么残酷，你要么就能跟历史最强沾上边儿，比如当年卡尔马龙，我挑战的是迈克尔乔丹，那你当然值得记忆了。但你联赛当中很多那些同样失败的，挑战的不是迈克尔乔丹的，不是篮球之王之神的。你看，那相对来讲，那历史的存在感呢，意义肯定是偏弱了。你比如之前这活塞，谁败给活塞了？总决赛期间，没有人记住了。这是什么？因为活塞本身它就不是历史最强。你要是打迈克尔乔丹输了，你就能成为历史一部分。但杜兰特这个打的对手本身就不算太强嘛，那就是不值一提呗，不一样，这个是。级别太低了，那比赛第二轮而已。B 站柳下惠、鲸鱼、76人用里德做中锋，给哈登无限开火权的五小阵容，是否才是对阵凯尔特人的最优解？如果恩比德回归，该如何防守啊？肯定不能说是最优解，因为今天这个凯尔特人防守确实没展现出来，就是一个真正的东部防守型劲旅的防守本色。看起来防守千疮百孔，虽然说凯尔特人的进攻效率很高，那费城原本防守质量就差嘛，就最后阶段展现出来的防守的配合，皮特塔克呀，就包括这个里德，他俩游弋在游击区以及外线，再结合哈登呢，他其实也是足够有这样一种防守的积极参与度，才使得最后拱卫住了球队来之不易的之前积累的优势，最终还赢了。
凯尔特人后续肯定是防守这块凝聚力会加强，而且防守端互相之间的配合，对对方的比赛的这种瓦解和对抗能力会提高。你要这么长期打的话，也肯定不行，你还得是有人儿。那恩比德回归，当然恩比德回，即便回归，你也得是围绕哈登打。你要一个劲儿的低位接球之后，这背身单打，你不成杜兰特了吗？这么打肯定也不行，就你得仍然是球权牢牢掌控在哈登手中。这样一来，费城啊，他能打得更轻松。才能说后劲儿也更足，不能一开始就一味的让恩比德在低位背身单打个那么个打法，那种打法那就是一个是消耗大，二是那种打法看起来这也是比较低效、比较慢，进攻端这块还打配合、打挡拆。双双二零，这个宇哥明天如果勇士想赢湖人，除了库里，胜负手会是谁呀？光库里一个人感觉很难打湖人，除了库里，胜负手是谁呀？乔丹普尔他肯定也是胜负手之一，克莱汤普森他也是挺关键。你记住，勇士队如果是打最硬的仗啊，这三个人一个拉都不行，打最硬的仗。因为现在汤普森他竞技状态其实季后赛间你发现比去年呢都有点弱了。现在克莱汤普森。那汤普森火力弱了，你阵容当中靠谁火力能支撑起来呢？如果说打一支防守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球队的话，你还得靠那种有创造力的球员，他们能站出来去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往往打个季后赛啊，就强调巨头数量呢？你当年的迈阿密热火为什么说詹姆斯、韦德再加波什，他们这三巨头看起来那么恐怖呢？波什是平时啊，我可以说就接个控卫之类的。为什么波什的控卫他看起来更有质量呢？因为人家波什接控卫队友传球之后，他是有多方面的威胁的。那对方防波什也是胆战心惊，要不然的话，你只要说防波什距离近了，立马他顺步突破就能面框打你。这就是波什，他这个别人说很多情况就简单投中距离，但他那个中距离是有背后的，他的具体影响作为支撑的，才能投那么简单的中距离。所以还得是乔丹普尔也必须打得好，如果普尔不给力，那对方好几个点纷纷发威。大量的队内很多球员都得分上20，你怎么看啊？你光靠库里一个人肯定不行。库里、汤普森、乔丹普尔还是最终这支球队上限能走多远呢？三剑客缺一不可。你乔丹普尔真是一拉到底，这主现在甚至慢慢逐渐被弃用了。你光靠库里一个人去创造机会啊？汤普森现在没有创造机会能力，说实话，创造机会能力很弱。光靠库里一个人创造机会，库里得打多累呢？格林创造不了机会，事实上，他只能在强势队友身边，适当的就是让强势队友他的机会得以适当放大，也顶多就是这样。如果格林是最佳状态的话，他主动创造不了机会，得看队友创造机会，然后他分配机会，是这种感觉。有人说什么感觉呢？格林相当于是 NBA 篮球场上的，这话不太好讲啊。但是他明显是分配利益型的，创造财富的不是格林，创造财富的是斯通库里。库里相当于什么？库里相当于企业家，相当于主动创造财富的。格林是分配财富的，不一样。普尔也是创造财富的，所以普尔他这个，也是重点，他也得打。二斤茶叶，保罗受伤跟主教练过度使用有关系吗？如果下赛季杜兰特加盟掘金，能否横扫联盟啊？保罗呀，跟主教练过度使用啊，保罗也没被过度使用啊。那保罗季后赛期间出场时间不像布克和杜兰特啊，动辄干到这个44分，没有。保罗季后赛出场时间还是比较克制的。至于说，是不是来主教练过度使用？主教练恰恰相反。他是尽可能的，在就是让保罗呀得以有一定的喘息时机，就是恨不得呢让这个德文布克和杜兰特他俩承担更多的比赛责任。所以保罗这块其实被保护的还是可以，但是保罗呢毕竟年龄大了，经不起消耗。常规赛期间，你要不怎么说这个常规赛期间呢，你要是不打的话，你也不是一个就是说特别合格的领袖。如果说你见天就伤停，这支球队如果最终崩溃了，跟你也息息相关。就甭管你是有意无意的，事实证明你对于球队的破坏，这是实打实的。杜兰特就是个典型，
你在篮网时期，他场赛季平均只打32场，你这个出战比例的话，周围队友当然一个接一个受伤了。为什么当时凯朱文遭到字母哥所谓垫脚呢？其实这个篮网全队可是否认的啊，不承认字母哥是垫脚，就是一次意外。为什么篮网队全队都有这样一种感觉，这次明显是意外，不赖字母哥呢？为什么呢？其一，字母哥当时确实抢篮板，那现场很多人看在眼里，那字母哥他这个就是笨拙，给定性了，当时立马给定性了，替字母哥，他的清白呀、啊、向外界鼓与呼。第二点呢，就是说他内在多少篮网隐隐当中是有这种预判的，就是什么呢？因为常规赛期间杜兰特大量伤停，导致无论是哈登的腿筋，还是说凯瑞文平时期间的消耗过于大了。就一个人如果不打，另外那哥俩呢，肯定会大量的出场时间堆积，你才能够保证常规赛时间打出一个优质战绩。这就是多巨头球队他球队运转的模式。一个不打的话，另外那哥俩肯定得拥有大量出场时间。你出场时间再少的话，再让一个这个顶薪球员，你怎么跟联赛当中其他那些球队抗衡呢？不好抗衡了。所以当时为什么篮网全队第一时间感觉字母哥不是故意，这就是一次意外呢？因为凯瑞文经历了常规赛期间漫长的消耗，尤其杜兰特养伤期间，他跟哈登并肩作战带来的长久劳累，这个阶段呢，他在打季后赛的时候注意力很难集中了。一名球员为什么容易受伤呢？比赛场上你注意力如果不集中，如果你说你之前经历的消耗大，这个阶段你没有太多的精神能量去支撑你应对好每个回合了，你思想上一松懈了，比赛场上就是容易出现那些所谓的偶然，偶然背后都是必然。你当时如果说欧文精神状态饱满，落地那一刻，他肯定有一种主动的敏感性，我别踩到其他人脚啊，谁不知道起跳者我高高跃起，我落地要保护好自己。当时欧文就忘了，为啥呢？之前消耗太疲惫了，这会儿没有额外的精神注意力能够注意脚下了。什么带来的？杜兰特常规赛大量休战带来的。如果不是他大量休战，欧文就很可能落地那一下，我主动一注意，是不是精神没有那么疲惫？我一注意不伤了。所以篮网队为什么说看到这一幕之后，当时所有人都了解，都释怀了，都原谅了字母哥呢？因为他们深知这是杜兰特带来的。常规赛期间，欧文累也累，跟哈登俩人并肩奋战呢。最后阶段，这也是偶然当中的一种必然，因为欧文精神力量已经透支了。没有太多精神力量，最终落地就伤了。后续你看到这个太阳呢，同样剧本嘛。你说这赖不赖杜兰特呢？你甭管你是想打还是不想打，是你主观还是客观，什么原因，这东西咱不管，管的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只尊重事实。事实上，因为或者说你主动避战，小伤大养，或者说你原本就是个药罐子，你就是一个脆玻璃。那么你对于球队的伤害是事实，这是实打实的。那对于球队来讲，我要你来，你别给我找理由啊！我看的是结果，反正甭管咋地，你是心态软还是你身体软，甭管你哪方面软，事实证明球队的表现都很软，这是你带来的。所以杜兰特这个常规赛期间大量休战呢，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不行，一般球队是扛不住的。像杜兰特这种打法，现在扛不住，尤其考虑到他现在领顶薪，交易来杜兰特，当时我第一时间就判断了，太阳队亏大了，今年肯定是走不远，来年彻底就没希望了。来年4个首轮没了，这些极具天赋潜力的未来德文布克的左膀右臂也都送走了，这太阳队就是当下也没落着，未来呢也成为幻影了，最终。这我不叫裁定啊！这宇哥，你说吉米的连续高光完胜篮网度的死神降临，那抢七库里天天下凡和哈登今年的高光与死神较之如何呀？吉米的连续高光完胜篮网度的死神降临呢？吉米确实嘛，这挺高光的，而且现在这上来1-0，抢七库里天神下凡和库里今年的高光与死神较之如何呀？库里抢七天下凡，最终不赢了嘛，而且确实是打破了单场抢七的个人最高数据了。因此，库里这个肯定相当横，哈登这个临危受命，以弱克强。别看是系列赛第一，那系列赛第一怎么不重要是咋的？那第一怎么的，我得拱手让人呢？第一赢了的话，对系列赛的比赛走势以及一直处于弱势一方球队的争胜信念多重要呢？所以哈登这一场也属于典型的硬仗了。
第一上来就客场作战，我立马把对方拿下了，以残阵应敌，但是自己发挥又这么出色，这个表现也相当给力。毕竟最终赢了嘛，你要比这跟抢七杜兰特相比，那杜兰特是没配的。杜兰特最终毕竟输了，全队努力把你推到最后一刻，你还上不去呀？不会注意脚下，那你这东西那就是，急功近利了嘛。当时应该说怎么做呢？我这回合我是不是说没有体力了？我是不是打不了这个加时赛了？因为事实证明杜兰特真是打不了了，没有体力就是没有体力了。他现在应该有自知之明的。当时杜兰特面对那一次难得的绝杀机会，应该怎么做呢？应该首先想清楚，我如果打加时是必败的，字母哥不得摁着我脑袋打呀？进攻端这块我无力再战了，加时肯定是连续打铁。那这会儿怎么做呢？我只能在最后阶段稳稳命中三分球。直接拿下比赛，让这个系列赛盖棺定论，只有这一条道。那既然说你只有这一条道，为什么你不注意脚下呢？你只要投的又不是三分球，相当于宣判篮网队死刑了。所以当时杜兰特第一时间他就应该冷静分析，如果是哈登、如果詹姆斯、库里的话，他是绝对不可能。就这最后阶段，我宁愿说啥呀？冒着更加这样一种近距离的防守对抗。我也得必须投三分球，投两分意味着我这今年就算是白玩，意味着让所有人失望。那你上来是不是得注意脚下？第一时间得注意脚下。杜兰特没有，你这就是他不冷静的一面嘛。最后阶段，他无法做到思考全面，挺短视的一个人，就没有这种当时的分析能力，他不具备那种极高的篮球智商，没有。杜兰特就感觉自己这投三分球，我就想投三分球，那你先注意脚下呀。你投的是三分吗？光想投三分不行，事实你得不能踩线呢，踩了线了。高厅城管的宇哥，库里、哈登打出王者表现，访问杜兰特被频繁拿下，是否说明阿杜其实吃到巅峰库里红利？其实真实实力不及哈登啊，真实力不如哈登啊。杜兰特这些年他始终都是被高估的，因为你看他领军那队多丰富的阵容啊，这都打多少年了，你看他所处的球队除了像宇宙勇那种情况，那属于是完全是捡便宜仗。如果阵容不堆到极致，杜兰特根本就没有能力赢球。当年雷霆队那其实阵容也是震撼联赛的，有几个球队队内堆的资源能像雷霆堆那么丰富，你还不满意啊？堆到这种程度，即便说打进了总决赛了，也是遭遇身世横扫，被收拾的灰头土脸。那轮总决赛打的对杜兰特来讲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啊，你这不还是就是一味的立棍吗？但团队这块已经输得丢盔弃甲了。所以杜兰特职业生涯最高光的就是领军雷霆打过一次灰头土脸的总决赛，最终败北的惨淡系列赛，仅此而已了。其余平时呢就是个人奖项有积累，那团队战绩表现这块呢也没有太多可提的，团队战绩不年年败吗？就那一年干进总决赛了，而且输的丢盔弃甲。你看哈登呢？哈登首先一点，他也是那一年总决赛的参与者，是不是？除此之外呢，人家打其他的系列赛啊，人家是跟宇宙勇掰到最后一刻的，你没有做到啊？那人家宇宙勇甚至没组成呢，当时面对尚未就是形成宇宙勇这样一种完整体模式的金州勇士16版本金州勇士，你就已经怕的不敢跟对方再战了。那哈登起码没有说摇尾乞强到那种程度。15年哈登季后赛期间就曾在这个分决赛里败给了金州勇士了。你看哈登怕了吗？当时选择说投奔斯顿库里嘛，也没有。哈登起码有这种硬碰硬的勇气。季后赛期间打出的闪耀时刻呢，闪耀时刻也并不比杜兰特少啊。最关键时刻表现了，关键时刻杜兰特表现好吗？他表现一般呢。他也而且你。定义比赛什么叫拉呀？不能光顶着命中率啊！我这场比赛我命中率70%，球队输了48分，你说你表现硬吗？啊，就其他球员就拖你后腿了。事实证明你也没有发挥好一个领袖应该引领大家的这种责任呢。不能光你自己一个人打比赛呀。所以哈登这种表面数据差点，我是不是跟你较量到最后一刻了？那就挺硬，所以不能光看个人数据。这个 Fallen Flower， 我看这 Fallen Flower 啊，
杜兰特加盟太阳之后，能否说明杜兰特在哪个队就变成单挑大队？唯一的例外就是一七勇还是金州勇士，18勇就变成金州雷霆队了，实力也下降太多，险夺冠军，也导致19勇单打魔怔，说什么单打都能获得总冠军，最后消耗大，全员伤痛，痛失3连冠。篮网、太阳同理，还有其中18库里是唯一夺冠的，说明了什么呀？杜兰特呀，就是他这种单打，是不是说会影响团队？这确实，雷霆时期不就这样吗？雷霆时期，当时有巅峰猛男的，猛男多少还有一定的自主性，球队这块在巅峰猛男的加持之下，球队体现出来的战斗力啊，仍然是比较突出的。一旦没有猛男的，那这个杜兰特整个职业生涯呀，就再也无力重返什么呀，总决赛这种极高舞台了。这也是成也猛男呐。这也是啥呢？这就是杜兰特整个职业生涯的一大贵人，就是排到第一肯定是斯顿库里，因为库里是他真正把他领上最高舞台的这个大哥呀。但是第二个贵人呢，就是猛男威斯布鲁克。猛男整个职业生涯，也就是在他的这样一种强大的心理自主性的加持之下，他永远想要在场上比赛当中这个展现出自己对于比赛的理解，没有放任杜兰特一味的埋头单干，也就是有猛男在。杜兰特才得以在2012年干进了总决赛了，但一旦到了总决赛呢，杜兰特那种本性尽显呢，还是一味的单打，当时导致球队1-4惨遭热火队审视横扫，那年也是猛男队整个职业生涯最大的遗憾，就是到了总决赛期间，杜兰特太过于彰显自我了，全是单打，猛男当时也傻了，你要这么整的话，那我作为组织后卫，我能干多少活呢？我的比赛意志怎么施加给团队呢？你一味接球就要球，你就单打，你落得一个好数据，我们大家跟着你受到连累啊！当时，你看杜兰特一旦离开猛男，一是在季后赛期间猛男有伤，他打的灰熊啊，遭到对方1-4绅士拿下，那轮系列赛啊，他无力抗衡这个灰熊队，说他们一味单打，说猛男拖了后腿啊，猛男不打你不白给吗？后续呢，离开了这个金州勇士之后。因为勇士那2年是便宜账嘛，那个不计入在内啊。因为那宇宙勇那个模式，其他球队确实战力这块跟宇宙勇相比，明显挫了不止一截，那就不值一提了。因为那个属于是打便宜手，非对称战争。离开勇士之后呢，杜兰特进入到篮网时期，篮网时期哈登来了，但是哈登对于球队当中这样一种自我战术定，你后续今年就加盟太阳了，克里斯保罗，他其实之前那会儿也在坚持。就是说能不能说给杜兰特最后2分钟啊，适当的这个降低一下球权呢？但是后续杜兰特呢，开火权力这块也在与日俱增，不断走高。你慢慢现在太阳队又变成了杜兰特今年嘁了咔嚓，那就是丢盔弃甲，首轮险些败给这个宇哥。如果杜兰特当时没加入勇士，生涯结束没有总冠军和 FMP 和现在比属于你自己的时刻，而且你一直堂堂正正啊坐镇一方，你始终坚守于一座城市，那么逐渐你这个心理的这种强硬度啊，也在每一天都在提高增加。那陆续杜兰特会打出一种什么呢？不光是天赋非常卓越，而且自己的心态呢也极其强硬，就内外兼修了，那就无坚不摧了。杜兰特，而且他也会不断的学习怎么盘活团队，怎么这个不靠自己一个人去拿下比赛。那慢慢杜兰特有可能历史地位比这个加盟勇士之后还更高呢。如果今年哈登拿到总冠军和 FMP， 历史地位如何？为何杨毅不喜欢哈登，不喜欢库里，哈登喜欢保罗？那不清楚，喜欢保罗这就属于古典的篮球理解了。那可能说90年代这种核心后卫他好像说挺吃香，这个就和西北联赛当中郭艾伦、赵继伟差不多，到底是一名核心的明星啊，又核心后场，甭管你是要不怎么说，你不要拘泥于啥呢啊，说这个比如说西北联赛当中赵继伟他是组织后卫啊，他就是要求拿10个助攻，然后10分这就够了，你不分位置。一名球员呢，如果说你真是已经达到了什么高度了，一支球队的领袖这个高度，要么就你甘于当老二。你如果说真是还得把自己拿出来跟那些联赛当中的顶级得分手相比的话，那你就不分位置了，甭管你是打什么位置的。关键场次你能不能得分，你要得不了分，你就能当个蓝领的话，你能力就有限。你无论你是内线呢，你是这个啊什么防守型内线，你是不是球队领袖？领袖的话，最后阶段你就得站起来，得分是最直接的手段，其他都扯淡。在这个比赛最要劲儿那个阶段呢，当然一名球员你
不能说毫无传球，就是你也得有具备篮球智商。你要一点篮球智商没有，一味单打，你肯定也是没有作为。那库里的单打背后都是传球，詹姆斯单打也是，这是学习嘛。保罗是没有单打，他只有传球。但是哈登呢，有传球有单打，库里有传球有单打，不一样。那明显他们更强。哈登拿到总冠军 FMP 啊，超过杜兰特呗。疯了的高压锅，宇哥掘金在系列赛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岳老师状态稳定，目前能不能算争冠第一种子？第一种子差点啊，因为争冠什么叫第一种子呢？你得有夺冠的经验，阵容当中呢，你起码核心主力这块得有，之前就拿冠军的，你才能称得上是第一种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一个愣头青，你之前那会儿没有积累过任何在总决赛这么一个最高舞台证明自己的比赛经历，那你如何有极大的说服力呢？那就差了。所以掘金队目前就是波普拿冠军，他是个角色球员呢。那你说你各队哪个没有几个角色球员拿冠军的？都有，但是核心明星这块到底能不能经得住更高级别比赛的考验呢？那不一定啊。所以现在掘金不是第一争冠种子，第一争冠种子当下湖人勇士谁要是能胜出的话，我判断湖人勇士胜出一方是第一争冠种子。目前掘金队打太阳，你不要忘了太阳打残阵快船呢都坑之别度，因此掘金收拾太阳呢，这个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含金量。就太阳是看起来强，很有可能太阳队只是表面强，纸老虎。那你要收拾纸老虎的话，也不一定说完全说明这掘金的实力到底得有多强大呀，那不一定。笑大军，这宇哥对于勇士来说，杜兰特加盟是利大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啊？勇士未来还会组建四巨头吗？利大于弊啊，因为对于球队来讲，因为你说的不是个人，而是球队。球队的话肯定利大于弊，那白个捡的便宜谁不捡呢？那杜兰特为什么整个职业生涯就加盟勇士拿过两个冠军呢？因为他是裸身加盟的，他是自由球员身份直接签约，没有这个掏空勇士队队内任何其他资产，选秀权一个没打，这就白来一个杜兰特，甚至白来一个杜兰特对于勇士来讲后续还有便宜呢。就是你杜兰特到了我手里了，我后续如果说真是先签后换的话，我还能变现呢。那维金斯早来的不就是通过当年杜兰特裸身签约这个金州勇士之后，后续经历拉塞尔的交易，间接的换来了维金斯了吗？不光维金斯来，还搭一个空家呢。因为那会儿拉塞尔行情交易这块真是还挺有市场，所以杜兰特直接签约加盟金州勇士，这个勇士是得了大便宜了。同时呢，也能看出一点，就杜兰特呀，他只能在一支球队无与伦比的强大的情况之下，他才能有所作为。就只有是裸签方式，杜兰特才能真正扮演一个什么橙色的武器。你比如说他是一把什么他是一个真正的橙色剑士，是不是橙色剑士？但是如果说呢他是交易方式，这一下就完了。之前加盟篮网是不是交易啊？送出了未来选秀权了吧，而且搭上了拉塞尔了。只要是交易方式，球队就被掏空了。一旦被掏空呢，球队战斗力就没那么饱满了。没那么饱满，你不是凌驾于所有球队之上的无与伦比的战力，想赢那就难。其即便当年这个篮网队已经是三大巨头巅峰会师了，那凯瑞文也是正值职业生涯最出色的一种这个竞技状态，哈登更是之前那会儿率领休斯顿火箭，西部基本上对手只有斯顿库里，强盛阶段的金州勇士能拿下阵容齐整的休斯顿火箭。但即便是如此呢，因为篮网队那个阵容规模还是没达到勇士队当年那个级别。为什么勇士那个级别那么高呢？杜兰特是裸身加盟的，篮网那会儿是交易过去，那就不行呗。后续加盟太阳呢，这一下就是对于太阳队更是伤筋动骨的改变。就杜兰特这个球员呢，这支球队的软文化不够，这个能够经受得住杜兰特的反噬。你这支球队的球队老大，他呢这种这个属性不足以抗衡杜兰特的比赛风格，那你慢慢的话也容易遭遇不幸的。所以你看太阳队就不行，为啥？一是送出了大量的队内资产了，二是克里斯保罗他在联赛当中的位置还是比较有限，并非 MVP 级别呀。敦布克呢，杜兰特这种单打对于球队的伤害就被杜兰特这柄武器啊反噬了。所以杜兰特整个职业生涯你看啊，他的争冠条件太苛刻了，必须得是裸身加盟，直接让对方捡个便宜。
就武器必须得从天而降，你不能付出代价，付出代价那这武器就不是那码事儿了。在这一点，对于球队这个球队老大呀、球队的文化，所有东西要求非常苛刻，你稍有不慎就会被杜兰特反噬。勇士队是什么时间被杜兰特反噬？18年有苗头了，19年开始要反噬了。当时那会儿，即便是勇士队，要不然说杜兰特这个兵刃，他这比较邪呢，鬼策就这种感觉的。他这种兵刃，你用久了之后，甚至对于自己这个什么呀，心性都有巨大改变，有点类似于双子哀伤了，绝对是拥有力量，对于你的心智影响也太大了，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的。也只有库里握住这柄兵刃之后，仍然能够大杀四方，没有被这个兵器本身的这种黑暗力量啊吞噬自己善良的心灵，没有，只有库里拥有这种资格握住这把双子哀伤，只有库里能干，其他人不行。这魏勇哥啊，宇哥，请问你对1.5的到底是怎样的感情？每天哼的同时会了，所以后续的杜兰特肯定是比较落寞。杜兰特也是挺可怜。杜兰特，詹姆斯哈这个竞与灌篮高手最佳阵容是否为一仙道、二竹行道、三泽北、四樱木、五和田？另外，竹行道作为第二高中生是否笔墨过少啊？竹行道呀，好像也有点能力，是不是？一是仙道啊，仙道作为一个大个组织后卫呗，能攻能防，这确实可以。因为高中比赛啊，他190其实完全能够兼具灵活性的，这个确实可以。因为190其实在打职业比赛里，那不就是1号位吗？所以仙道可以。二竹行道呀，二竹行道呀，竹行道差点吧，还得是那谁流川枫，因为流川枫有潜力嘛，你不能光要技战力，你未来潜力流川枫也是比较无限嘛，你得要这个一个流川枫。4号泽北，3号泽北可以。4号樱木啊，樱木抢篮板嘛，篮板王你得有一个蓝领啊，而且樱木动作要大，上去没事拿头顶对方，这个可以。和田多功能5号位，这个也行，攻守一体，这套阵容还行。拉提菲，这个宇哥晚上好。如果杜兰特加盟勇士，勇士下赛季前景如何，并且杜兰特该如何使用啊？没必要要杜兰特，合同太高，打的这个又不是特别健康，比赛风格这块儿，他也是比较死板，基本上很难为了团队做出改变。你看这么些年就光讲改变，啥时候改变了？也一直没改，还是立棍难打。狐狸吃鸡，这宇哥，你说哈登今年有希望吗？作为哈登粉丝8年了，哈登夺冠成为我的执念呢。哈登啊，有希望啊！因为西部我感觉这个厮杀是比较残酷的。今年原本认为东部啊，这个想要夺冠呢，得一轮又一轮的脱颖而出。你比如说得斗雄鹿、斗凯尔特人，看起来非常艰难。但现在雄鹿已经不行，被淘汰了。凯尔特人呢，似乎说目前尚处于内部的争斗当中，处在内耗当中。现在的凯尔特人有点像当年 OK 组合的04赛季了，那不见得能打出这种真正的合力了。所以，对于哈登来讲，大好良机。修坡 bow 这个2-2，宇哥如何看待保罗看形势不对就伤退的行为啊？这个就没有办法，他当时确实拉伤了，这劈叉那一下，这感觉腹股沟呢不得劲儿，当时就意识到这个有点不妙，所以当时就回到更衣室了。他这也没有办法，这保罗职业生涯已经多次了，就这种现象，不奇怪。URVR 这个宇哥，请分析胡勇、惠斯、张库各自会得多少分，并预测一番二人比赛场上的高光发挥如何体现呢？各自会得多少分啊？系列赛平均的话，库里这块应该是能拿个28分左右，詹姆斯呢能拿个23分左右，两个人差不多平均输出应该是差5分。克莱汤普森呢，场均应该能拿到22分，跟浓眉几乎接近。因为浓眉你指望他系列赛平均能拿27、28分也不太可能。现在浓眉更多把注意力啊提供在防守端了，因为进攻端这块还有小里弗斯呢。小里弗斯场均能拿个16、17分吧，乔丹普尔能拿个16、17分，其他的呢就是分摊一点零零碎碎得分了。勇士这块也是，其他球员差不多也就是拿个个位数7、8分，卢尼这样能多点，拿个11、12分也是仅此而已了。二人场上高光发挥啊，关键时刻呗。因为你像这种大明星，这种焦点之战肯定是关键时刻。
最后阶段，生死一线，就差不多一两个回合决定胜负，你看他俩谁能站出来？就重点就比的这个。啊，对，维金斯还有17分，维金斯差不多跟那个跟谁呢？跟那个比拉塞尔得的分能高点。俊呢，也平时基本上不怎么太伤停，就后续，这个赛季前半段多少有点伤停，那以往一直都挺健康。要洽谈吗？宇哥预测一下第几场鲁尼和格林会出手？浓眉能挺到第几受伤啊？鲁尼和格林会出手啊？鲁尼他不会出手，因为鲁尼他就是争抢跳球。说实话，你像这种回合，你要说鲁尼算出手啊，那邓肯也算出手。邓肯当年下呀这个手肘，砸没砸伤过其他人呢？是他，我感觉有可能动作出现在浓眉身上，但浓眉也不是个软人，因为浓眉之前那会儿还踢过谁呀？踢过这个克劳德呢，所以你要说判断格林第几场会出手啊？格林什么时候出手，浓眉什么时候就会出脚，双方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拳脚相加。就浓眉也不软，那你要是敢出手动我，下边你就注意是不是？我也踢你刀。这浓眉之前那会儿也是个导弹分子嘛，也干过这活儿。当年你以为浓眉不干呢？因此，格林和浓眉。他俩长期对位，应该会在这一对的对决身上出现更多肢体上的摩擦，这肯定是有的。因为现在詹姆斯跟格林之间对位不是那么清晰了，詹姆斯面框突破都少了，就是浓眉和格林吧。我不叫裁定，关于勇士内讧的消息，宇哥你怎么看？普尔是否还值得信赖，成为库里接班人呢？正常来讲，勇士队要是平白无故放走普尔，肯定对于球队是不利的。那普尔队内已经多少年培养出来了，很难得。这些年差不多最近10年，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年轻人达到了普尔这种高度。那你说你这个送走的话，那勇士队后续怎么办呢？所以普尔这种最好的留队，打法风格跟库里又像，未来是有前途的。没有年轻球员一蹴而就，立即就能说什么这个技惊四座，当年字母也做不到啊，字母都得是慢慢一步一步来的。普尔也同样如此，内讧消息压住呗。星辰泡沫，宇哥出去玩遇到插队怎么办？化身教父执行裁断，摄像取证，记录在案，转身求助旁边保安，放出宝宝攻击跟腱呢？遇到插队啊，因为插队这种事儿啊，太影响长期排队人的心情了。而且这种事儿，你要说不予以制止的话，对于公序良俗呢，也是一种不良的打压。对于整个社会环境有效的运转，以及每个人啊提高自己这样一种参与，社会活动的基本素质呢，也是一种不良的引导。所以遇到这种事儿，必须得是大声喝止。我之前呢，就是当时那会儿还是你自己的，那你这玩意儿还地下太你媳妇前面，没有这么差，你敢都拍前面，其他人什么感受啊？你这么整，一个人就拍你自己的，那周围人都这个，感觉跟我站在一起。在这一点，我哈登在这个《灌篮高手》里边身材中等，哈登也属于身材中等，不算高大。你说签到也不是1米98，也不是2米以上，就是身材中等。哈登也身材中等嘛。另外，这个能组织能得分，这点确实也仅仅得分王，也同时也能拿助攻王。性格佛系温和，带动队友为己任，有明显爱好啊。你确实都有明显爱好，确实挺像。开始蓝色这个宝贝之前猜国王勇士大战，结果又正确了。目前宝贝未尝一败，宝贝何时能猜一下胡勇结果呀？胡勇结果呀？明天再猜吧。今天宝贝这个搁外边趴着呢，今天猜不了。等那个下一轮系列赛，等这明天再猜啊。宝宝，这个要洽谈，宇哥预测一下啊，这之前讲了这个。巨羊战神，我是杜兰特粉丝情炸裂，反观但凡乏善可陈，加入横扫等词赞美我的偶像啊！炸裂呀、啊，这个炸裂就是让对方表现挺炸裂嘛。对方这个掘金队面对杜兰特，尤其阿隆戈登，这跟杜兰特对位，进攻表现、防守表现都挺炸裂。反观呐、啊，反观就掘金队嘛，掘金队发挥确实挺好，但凡杜兰特少点单打呢。对于团队融入更这个流畅，常规期间扮演这个更多责任，出勤率更高，太阳不至于输得这么惨吗？WILSONISWYX，宇哥怎么看？保罗多次在季后赛关键时刻屡屡受伤并困扰，是运气不好，还是内心不够强大，选择退这个退避啊？
运气一方面，再者一点就是球队这个结构呢，之前也不应该贸然采取大交易，弄来凯文杜兰特，那会儿也有点赌博嫌疑。这管理层啊，詹姆斯琼斯在这笔交易上，他属于是掉大链子了。栽培盆栽戴维斯，盆栽维金斯，宇哥，如果今年七六人夺冠，登哥历史地位能否碾压1.5？差不多，你都是二当家冠军，那哈登这个堂堂正正嘛，人没有投敌，差不多。因为都有二当家冠军，而且哈登这明显是二当家冠军呢。杜兰特那到底是老底不一定。天天开心，宇哥，明年掘金来了，杜兰特是不是实力大涨，联盟无敌了？如果杜兰特真去，那这个掘金队就完了。掘金队目前这个阵容结构多好，都年轻，约基岁数不大，你有点像当年金州勇士了。穆雷呢，目前也完成恢复了。迈克尔伯特呢，现在愈发健康了，就没根本没有必要换杜兰特。这几个人之前以为还都是垃圾合同，现在发现呢，这个不光不垃圾，而且对于这个掘金来讲啊，还有点薪水红利呢。那波特其实签的合同没有那么大。瘦肉精恩比德在季后赛面对绿军几乎没赢过，他继而复出对奇人帮助会有多大？会不会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啊？那不可能，那恩比德是队内的 MVP，你说这种球员，那还能一直歇着？一直歇着，那更没有好处了。球队肯定打得会更累，你不能光玩哈登，指望他场场这样，场场最后阶段能投绝杀，这是不现实的。卧底主帅五，这个宇哥、恩比德、艾顿、浓眉，谁最软谁最硬啊？最软的，最软的是艾顿最软呗。最硬啊，最硬，目前看恩比德比较硬，因为浓眉啊，他就是短期之内，最近差不多一个月左右挺硬，但是他职业生涯没有这么硬。比利4745，这个杨毅他爷爷复活拉伤了，太阳前景一片黑暗，每次季后赛关键时刻，杨毅他爷爷就伤。另外，杜兰特下赛季会去掘金吗？不会去掘金，掘金不能要他，不是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看这个目前的经济状态，经济状态已经不行了。再者，其他球队目前年轻结构，人家可能步太阳队后尘嘛。太阳队原本核心主力这块都挺年轻，即便说保罗退役，那球队也有这个后续力量支撑。但现在彻底完了，掏空球队前景了。开始的蓝色啊，之前讲了这个宇哥太酷了，这个今天最后时刻，布克眼看胜利无望，急眼拉拽布朗球衣，还有最后铁血两分的行为是否有根啊？急眼拉拽布朗球衣啊？当时确实，这布克呢，他也属于哪一种？一旦说这个系列赛形势不对头啊，他感觉呢，自己身处环境比较被动，就开始上大动作了。再整那会儿面对湖人，其实也有过类似举动。尤其这组系列赛，眼看取胜无望，而且球队进攻防守呢弊端重重，板凳席又不给力，他感觉今年呢，那可能说注定还要遭遇淘汰的命运。再者一点，布克也认识到了，今年太阳是最后一搏。如果说今年太阳没能博得一个有利前程的话，那来年太阳队肯定会越来越惨。那德文布克也深知自己球队目前选秀权大量往外送，而且阵容当中之前核心的锋线呢也被交易掉了。杜兰特又是老迈不堪，场上表现不利，而且出勤率又低，所以这太阳队未来怎么办呢？现在有点急眼了，最后铁血两分啊！铁血两分，这狗太重了，他现在得有100斤往上，得有100斤往上。你看他动手这块很积极，那这不就行吗？我感觉起码格林近期那抢七大战呢，包括这个，詹姆斯有点像詹姆斯这种肯定是力量型英雄啊，力量型英雄，各家这个力量型英雄啊，有点像圣骑士吧，也就是加这种这个光环型的，同时还能治疗，打法呢也还可以，还能复合团队呢，这个有点像，库里啊，库里像这个白虎呗，有点像白虎，远距离嘛，而且加光环，杜兰特呀，杜兰特有点像什么玩意儿？有点像黑暗游侠，差不多。有点像黑暗游侠，巴特勒呀，巴特勒，守望者吧，有点像守望者，近战也属于近战，没有太多远程的手段。车厢战神度，这今天能用这句诗来评价哈登的状态吗？阵前再亮就是剑，寒光凛凛是当年呐。这个词儿啊，这些东西现在就有点就是被大量的长期用，你看着我已经有点够了。我有时候我一看呢，现在尤其你包括这个虎扑也是，
每次就这几句歌，一看这几句话，现在已经是用的烂大街了。要不就是说什么又是再少年，又是要不就说什么这个，那几套词儿是什么玩意儿啊？什么再少年，要不还有就是什么，就这几道歌，我现在有点看恶心了。这几道歌啊，这老是这道歌，我都已经看吐了。你不要再用这类词形容，差点劲了。就老是这几个，就是也没有新词儿。皮卡丘和乔宝，这个宇哥看私信呢。这宇哥现在戴维斯攻防两端明显强詹姆斯几个档次，但这个界内外都认为詹姆斯才是球队老大，为何戴维斯没有任何不满，没像其他多核球队一样出现更衣室矛盾呢？迷弟嘛，戴维斯之前那会儿主动投奔，你看他那个积极性欲望多强。你这种球员的话，因为他已经拖拖拉拉，差不多耗费了1/3的常规赛。不惜此也要这个投奔那洛杉矶湖人，可见跟这个詹姆斯两者之间，他这种这个惺惺相惜啊，这种情况那就没有办法。那詹姆斯就是有这种号召力和感染力嘛，再者他俩同一个经纪人，有点利益共同体，有点利益共同体。这个雷神靠哈登拿下绿军，阿杜带队出球，结合去年被绿军横扫，阿杜是否太软？哈登在篮网浪费时光，又一身伤病，是否倒血霉呀？哈登拿绿军，阿杜带队出球，结合去年被绿军横扫，阿杜是否太软呢？软是肯定软，一是体格现在软，性格这块其实也是软，内外都软。哈登在篮网时光浪费，又一身伤病，是否倒霉？当然倒霉了。哈登当时如果说选择更明智一点，更明智加盟哪儿呢？如果当年顶上哈登，有意加盟密尔沃基雄鹿，我判断呢，这事儿基本就要促成了。如果加盟的雄鹿，哈登现在早就一把冠军了。那如果是哈登结合字母，哈登绝对不会太累，因为布登霍尔泽，你记住，他这个主教练从来你就是刀架脖项，打季后赛了，他都不愿意，但凡有责都绝对不会透支使用核心球员。所以哈登他当时可能说也是感觉自己体格好啊，加盟的篮网，结果打得比休斯顿火箭还累。当时如果加盟雄鹿，那就妥了，哈登现在早就一把戒指了，而且他加盟雄鹿之后，这个戒指呢，那比杜兰特那个更有含金量啊。因为人家没投敌嘛，再者一点，当年的雄鹿也并非冠军劲旅，当时早知道去这个雄鹿了。如果哈登真是有意去，我相信雄鹿啊，应该也不会拒绝。去雄鹿是最好，去费城奇人呢，费城奇人也不太好，因为恩比德他太脆了，季后赛期间经常就动辄不打，他不打的话呢也差点，最好去这个雄鹿。当时，字母好像看不上哈登啊，那是哈登他本身。也没有对于加盟雄鹿这事儿抱有太大兴趣。当时他可能说感觉篮网队前景更好，因为那个阶段看确实这样。你要是排除掉就是对于杜兰特他这个特殊个性的话，确实看起来篮网实力更加强大，加盟篮网也更有前景。但他应该加盟雄鹿。当时，詹姆斯哈靖宇当年学生时代看《灌篮高手》没发现，现在看来工程几乎是最菜控卫，基本所有跟湘北交手的队伍控卫都能打爆工程，是不是有点过了？工程是最菜控卫啊，因为湘北不可能每个点他这个运动员能力都超强啊。你这里边浓墨重彩描绘的，你像什么这个樱木、赤木，这都是内线的霸主级别的，起码就是抢篮板呐、这方面蓝领的职责都能干得特别好。山井和这个流川枫呢，都属于天之骄子。你要是组织后卫这块再特别可怕的话，那你这漫画没法画了。你怎么画呢？那对手如果说能赢的话，是不是得在某一个点上多少占点便宜呢？只能在工程这个点上做文章了。就说工程这是个短板，这是作者本身有意塑造的。就是球队啊，经历困难，怎么经历困难呢？那肯定得是跟工程相关的。所以这有意塑造的，没有办法，他能力可能显得没有那么强。这个斯莫尔福特，这个宇哥，太阳今年还有机会赢掘金吗？如果赢了掘金，能夺得总冠军吗？没有机会，因为0-2落后，你想逆袭这种事儿，放眼历史并不那么多见。尤其是什么呢？这前两场比赛打的差距太大了，那你就更是，你除非说对方突然间遭遇伤病，这个你比如说当年篮网打这个雄鹿，或许会能够对于系列赛的形势有一丁点的改变。再或者说呢，就是你前两场比赛起码跟对方能够抗衡，但目前前两场比赛场均输14分，差距太大了。之前勇士队打国王前两场比赛基本上输分都是个位数，你这种输法的话，那球队还能扛得住，但现在这输法不行，太不理想了，后续基本上打不了了。
再见了，各位观众，咱们这个明天再见。感谢詹姆斯哈、松松二零，还有这个竞技之人、露娜智色，还有巨羊战神、瘦肉精和水果挺甜、烽火戏诸侯、逍遥大军和 LATNFY。再见了，各位观众，我还有事儿呢。再见了，各位，咱明天晚上再见啊。